空调坏了没关系，心静自然凉。好热啊，哎，受不了了。光山峰当然不行了，吃冰棍才解暑。嘿嘿嘿。当当，这是我研制的最有效、最方便的解暑装置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好凉快呀！你有时间都去修空调啊！来任务了。探测到失踪的舒林，探测到失踪的舒林。神奇小队，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森林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啊，这片土壤严重缺水，植物都干枯了。嗯，缺水？我有水。小叔，小叔，你一定是口渴了吧？快喝水吧。柏是一种复苏植物，干旱时会蜷成一团寻找水分。小胖不是被吃了，是卷柏想喝水，不小心把它给卷进去了。卷柏树灵，快把小胖吐出来！走！别冲动，我有一个计划。树灵，我这里有水。我不怕不怕。
不是来晚了？水，给糊涂老师，给我们水。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水管太好了！好了，凯糊涂老师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开水吧！这是飞船上最后一滴水了，剩下的就要靠你们自己去发现了。也太好了吧！我的浅见，这片森林里应该还有可利用的水源。定是低的地方走就能找到水源。神奇彩虹灯，姐姐去找水源。无敌防卫工，这里交给我们，快走。等我回来，去地势低的地方找水源，马上再坚持一下。我给你们拼了！这是一条河。低的地方走就能找到水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神书飞船。天地玄华，宇宙洪荒，属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塔修好了。太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越来越热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好像只修好了热风。啊，糊涂老师，你也太我要出去避暑。我也去。